我们今天来马六甲郊区的一个咖啡馆来吃点晚餐。我太太他们已经进去了，我在路口简单看一下，是郊区吧，没有高楼，没有很亮的灯啊，就是很简单的马六甲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咖啡馆啊。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哎，对，这个好像不错。哎，这有点反光呢。这个 sausage 这35块，我们来个这个可以的。还有别的这个拼盘吗？就这一种吗？啊，这个可以的，它是米饭加两个鸡排加香肠加鸡块加炸薯条，可以的，这个拼盘可以的。还有下面的这个拼盘是这个大盘子里面的，有那个也是鸡的、鸡排的、烤的、炸的，它有不同的价格，30几块到最贵到60几块，60几块是3个人到4个人的这个量，2个人的量是34块。热饮，我想点个白咖啡，3块的，很久没喝白咖啡了，3块的热的，现在天有点凉了，喝点白咖啡热的。拿铁也只有3块热的，它这里还有大杯的，大杯的是6块 big cup 6块。哎，这个马六甲郊区的这个咖啡馆倒做的挺精致的哦。啊，一个路边的，就一个，别人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档口，他这边一弄的话，啊，一弄的话挺精致的，旁边是住家。点，哎 ，Emily， you play with cat。这叫什么？叫 kitten， 他们还不算 cat， 叫 kitten。啊，特别好。马来西亚马六甲的这个小咖啡馆里面，好像郊外的都有这个养猫的，都有小猫，也不是自己养的，说不定他们小猫就会到这边来找吃的。上次我们去那个甘榜村也有一个咖啡馆，里面也是有好多小猫。特别好，这刚出生的，3个月大概，2-3个月。Emily， you are brave now。现在勇敢多了 ，Emily。离马六甲市区好像也不远，好像这价格一下子就低了很多了，感觉便宜很多了。很精致，而且乡下空气好。空气超好，然后交通也很方便。啊，是的，而且有小猫小狗。哎呦，哎呦呦，而且今天没有人。哎呀，今天挑的日子真好。哇哦，哇 ，giant coffee。This one is yours。Wait a second。它是。哇，wow, so big！ 这个是多少钱？这个是只有这杯咖啡，白咖啡3块。快点倒！你的也是3块是吧？你这是冰的是吧？姐姐说打包一个超级大的回去。哇，超级大！这边是6块呀，好重的，巧克力。Emily， 这是他的。哦 ，just take a picture。Look at it big, medium, small. Oh yes. Emily。这很实惠的，这个我还以为一杯很不是那么大的，其实还挺大的哦，3块钱，还是白咖啡，你喝一口。哦，你们三个 1, 2, 3，真好吗？你们三个，还挺香的，挺香的是吧？少糖了吗？少糖了，嗯，差不多，不像你。啊，要是一定要少糖的。这是我们点的奶油蘑菇汤加面包是吧？5马币，这一份。啊，这价格和这个品质好像有点超值嘛，感觉啊，这看样子挺高大上，但是实际只有5块钱啊，平价啊，真的很平啊，这个价格。我们的 pasta 来了，这个是多少钱啊？8块。8块9块。好便宜啊！8块9啊，那么9块钱一份意大利面 pasta。点肉。有放点肉是吧？什么肉啊？鸡肉还牛肉？
你刚刚应该加个丸子。不过我们菜里面有香肠，鸡肉，鸡肉的是吧？嗯，看起来这个酱料就灌得挺浓的做的。哎，它这个它是烤面包还是应该炭火烤的？炭火烤的是吧？面包啊，烤上哦，哎，不错哎，蒜香面包是炭火烤的，还有点，有的地方还有点有点焦了，这就是真正人工炭火烤的。还有肉，面包软，很软，它面包切得挺厚的，所以外面的脆，但是中间的刚捏起来，你看就这么软软的，所以你一蘸的话，这个里面全是汤汁，蘑菇汤的汤汁。这是我们的大拼盘 Tower Family Tower， 四层，有最下面是米饭炒饭，然后有炸鸡，然后有鸡块、薯条、两根香肠，上面蘸料五层，这一个是35块，够一家人吃啊，挺丰富的，这两个人足够了，吃起来吃得完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确定啊。我们四个人肯定吃，四个人啊，反正我们很饿了，我们的饭量也是很大的。来，它是由两份炸鸡那个组成的，本来就是为两个人准备的。我先来尝尝这个炒饭啊，这炒饭炒的有点焦气，挺香的，有点锅气，但是稍微有点凉。时间上来炒了，但拿出来，因为它拼这个东西稍微有点冷了。它可能先炒好，炸鸡炸得慢。它温了，但是也很香的，这个就有股。就是我们以前乡下做饭的时候烧的味道啊，铁锅烧焦的那个味道，不烧焦，铁锅那锅气的味道，没有，有一点点火气，底下有点点焦焦的那种味道，嗯，哎，挺特别的，是炸鸡排，这是炸鸡排是吧？对，来一块啊，看，哎呀，它这炸鸡排炸的挺好吃的，嗯，腌制的味道不错，它外面的。那种裹的那种蘸料挺特别的，这种外面那一层很脆，很脆，然后不是很薄的那种，但很香。慢慢吃，吃点饭，喝点咖啡。我们中国人就是吃饭太快，有的时候在中国生活节奏快，在马来西亚我们就稍微要放慢一点。一顿饭吃了一个半两个小时，挺大的一根香肠。这个是单点，是5块钱三根这样的香肠。来来来，5块钱三根也可以啊。啊，可以的。再来块炸鸡，这炸鸡好吃。炸鸡，哎，炸鸡排很好吃，它那个外面那个外面裹的那层特别好吃啊，脆皮脆衣特别好吃，而且它的脆衣凉了也一点都不软的，照样很脆。下次我中国朋友来的话，我肯定要带他们，来感受一下他们这种中国这种不太多的这种感觉。来，我们看看我们的账单，这么小一张迷你型的账单，看看啊，一共64块，一家四口64块，一个奶油汤面包5块，意大利面10块，这样一个 tower 是37的，四层的，这样一个 tower 是37的，然后还有两杯饮料各3块，还有 Emily 的最贵呢， Emily 你 your beverage is the most expensive。6 ringgit. Six ringgit. Not too much. Not too much. It's delicious. 36 is much. Oh, 30 is much. 36 is much, not 36. Oh, 6 is not much. 30. 哎呦, it's delicious or not? No. Delicious. okay, 好吧, no, 那我们差不多。Oh, okay. No.
Let's finish this video, OK？ 还要站这个机啊？我们再坐会儿，但这期视频差不多到这里了。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吧 ，Emily。来 ，Emily， 跟大家说个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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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